3万天演唱会，四大阵营，每个阵营将完成3首歌曲。哇，每3首歌曲，分别是个人曲目、双人曲目和阵营曲目。其中阵营的曲目呢是全员参加，而个人曲目和多人曲目都是加分题，即是由1000位观众的火力值进行4选1的投送。那位大哥就永远旁边。我在想你不要思考了，你要算不出个什么东西来，你这个样子。规则听懂了吗？不需要我懂。我后来去海泉阁那儿逛了一圈。多人合作是4选1，如果其他三个队是0，你是1000。如果打彻底打平，一人最多250票。而这边是每唱完一首歌1000人投票，不喜欢你才不投。对，所以阵营合作得分一定会更高。是的。听明白了。